今日嘅行动要取消，成件事系子弹同韦俊轩布嘅局。今日要还翻晒所有嘢俾我，唔好再揾藉口啦，韦俊轩，好人逼过你。呢本嘢应该帮到你，里面好多黑嘅片啊，喺适当嘅时候，佢哋会出嚟帮你。无间道大结局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